Hello， 你好啊，咁我叫 Angel Zhu， 中文全名叫朱佩晴，咁我身高有166啦，咁之前我做嘅 job 大约会有系 event 啦、promotion、TVC、movie， 咁 movie 有啲咩咧？咁会有同门啦、流浪汉世界杯、生物馆、单身部落等等啦。咁之前已经做咗5年到噶啦，咁但系有一年我就跳咗出嚟冇做啦。咁我希望而家做翻都有机会同你哋合作啊。